先从秋宝师傅这边开始。哎，今天的小羔羊排菜名叫什么？乌金羔羊排左丝绸鼠泥。什么叫做乌金羔羊排？哦，乌金乌鱼子。然后鼠泥，什么叫丝绸鼠泥？我会做很绵密的那个鼠泥，我会加那个 ginger 那个薄荷酱。哦，有这样放的、啊？对。哎呦，请开始吧，来，完美帮我做鼠泥。好，立竿。完美在家会有。会在家里做吗？煮菜不太会，不太会。说真的，你都吃外面，很会点外卖。男朋友煮，和男朋友煮，对啊，他比较会煮。他因为爸爸是厨师，所以什么料理都很会。哪一国的人、啊？美国西雅图。他的爸妈有催婚吗？没有。哎呦，老外不太催婚。对啊，而且8岁把你赶出去了。他已经有10个孙子孙女了，因为他们家有7个兄弟姐妹。来，我这边我加一点橄榄油，盐巴。你这个乌金羔羊排是烤出来的吗？还是煎？直接煎就好了。小羔羊没有很厚，如果再去烤的话，我怕太熟。还是小羔羊随便煎都好吃啊，因为它很嫩。嗯。啊，和美做的非常绵密。耶！哇，棒哎！哇！和美那个手一看就是无坚不摧的，蛮好的。他又不是没办法，很壮吗？壮，哇！秀肌肉。好，我们两面呢，大概煎上色就已经大概是快3分熟了。好，待会最后会捞一层的 cheese 跟那个乌鱼子，我们这里呛的是 whisky。有下酒，哇！增加它的香气，它是我们云南大主厨的厨师里面最喜欢玩火，最喜欢玩火，玩火的男人。白兰地会不会比威士忌效果更好？没有没有，不一定不一定。威士忌啊，威士忌不一定，威士忌。我这个是把它当作是饭啊，这个是小白笋。哇，小白笋切这么细，对，哇，当作饭。那个和美啊，要拌两下就吃一口。其实这可以的，我待会就拌。可以啦，啊，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薄荷酱，加点盐巴。我很担心，等下到最后已经拌两口而已，拌一下。你做西餐有把薄荷酱跟薯泥放在一起过？没有，对，这好特别。很酷哎。然后待会我们试吃，就来先吃这一个薄荷口味的马铃薯。那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，小红我尊，杰瑞师傅，陈哥，陈哥好，来了，带来的菜名叫做。霜降焦脆起司小羔羊，霜降是哪霜降？一个是做这个明太子的芥末酱，然后再搭配一个用草莓，然后跟红酒去烧的一个莓果酱汁。一开始呢，我们的这个小羔羊的部分呢，一样要进来说稍微给大家做抓腌的动作，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基础调味就好。那我需要帮它按摩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再混一点这个橄榄油。把那个调味料抓均匀。OK， 派伟俊的叫派的原因是因为叫 Patrick 的关系。没错。那你本姓什么嘞？姓林。林啊？对。林是妈妈姓还是爸爸姓？妈妈，因为我爸叫卢伊吉，我爸是意大利人。哦，你是中意混血啊？对。而且小时候吃饭家里的那个盘子是要完全干净，就是爸爸都会拿面包是最后一道料理。然后就是一定要抹干净，一定要抹干净才能离开座位。哦，羊排的部分呢，我们大概要给它煎到差不多5分熟。你用什么？你用米酒，米酒，对，用米酒就用威士忌耶。对啊，那这边还是有剩威士忌啊，你还是可以拿出来用啊。还有剩一点，还有有。它米酒的作用，它应该是没有要用了啦，要让它呛香。哎，那如果带一点这个，哎，多一点果香气也不错。哦，哎，嗯。好，那接着呢，你加了什么？我们用这一锅的肉汁肉油呢，好搭配这个洋葱碎、蒜碎跟这个西芹丁，然后下去炒。那待会呢，我们来要炒这个通心粉。然后我们这里有准备的是红腰豆。红腰豆，红腰豆就是罐头的。对，罐头的。会炒到散掉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吧？我希望它还是可以保留一点口感。哦。然后里面加高汤，稍微把这个。新香料的一个甜分呢，给它煨出来。哦，你酸味浓，没错。然后这个通心粉呢，我们稍微给它烫过差不多6分钟。啊，天命好试吃哎！来，小火我蒸，用最终的最终饼，然后配
这个一点乌鱼子。好，来就位，各单位。嗯，哎，而且薄荷酱真的不会辣，对马铃薯，而且有软有硬，那个口感不一样。加薄荷有一种清爽感，对，凉凉的，就是不会说好像整个薯泥很腻，对，就吃起来不像薯泥。是因为薄荷酱的关系，薄荷酱对，来二叔收盘子。这里面呢有蛋，还有我们刚才搅白笋当作是米粒，还有我们的绿豆以及小薏仁，最后就是乌鱼子以及我们的葱花，来打一个羊排的酱。这个冰块下去可以让它酱颜色会比较翠绿。然后我用的是花生，然后先用其他坚果也可以吧？当然。然后这箭头。好了，好，来，再打开来。好，这是重点性的。然后，这个还要再多冰块吗？不用，好，够。我今天用的是蒜头碎，一汤匙就够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花生油。哦，花生油啊，对，通常青酱的那个橄榄油，坚果的比例都不少，对吧？没有，也没有到很多。你不能太多，不然就坚果味了。但它没有放酒醋，没有，一般要一点酒醋。好，可以的。好，这边有试吃的，那我们待会再回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小火尊，我们这边呢试吃通心粉，做一个沙拉酱，就是我这个明太子的沙拉酱。明太子沙拉酱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通心粉搭配这个沙拉酱。那是甜味美乃滋吗？甜味美乃滋。一汤匙的芥末籽。然后再加这个明太子，明太子，因为明太子它带一点辛辣感，那吃起来呢也会比较绿的，对，绿色是什么？薄荷叶，薄荷叶，这边也有薄荷叶，是不是薄荷去膻的效果特别好？是啊，杨三味去膻啊，或者是辣的加薄荷叶，红酒草莓酱我们会搭配一点这个发酵跟这个，这是陈皮吗？陈皮，对，整个酱汁变得更稠化的时候呢，我会搭配这个奶油下去，哇，慢点，好，陈皮。哦，好香哦！猜一题，请就位，各单位。这个感觉像放凉了也会好吃，放凉就是有通心粉沙拉那种，对不对？就是通心粉沙拉带明太子的味道，然后带点脆口感，它带一点酸哦，是什么酸？啊，一个酸味，芥末籽啊，芥末籽的，我们混在芥末籽的，那酸是暧昧的酸。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有种寂寞？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目标只有一个目标，不要啦，打他第三个啊！这个要赢你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改变局，站在我旁边。哦，哎呦，摩羯座就是执着，不要消去自己。只要你站过去，你们就平手了。我不要。No。好了，我们这边的二叔回去忙。好，你准备收盘子。好的，来各单位。我已经有稍微把这个起司饼煎起来。羊排，所以这样子卷起来是什么？就要一起咬着吃这样子。对，要搭配着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要进行组装的部分。要组装。好，我这盘子漂亮，和风洋食是吧？对。那盘子去哪买的？那盘子？哦，盘子。英哥吗？没有啦，这个都是进口的。日系进口，手做的。其实羊排的部分呢摆上来。哇，那你什么时候回韩国？明天。明天真的？真的。就带你小朋友去玩。好赞啊！因为我老婆想要花光我的钱。忧郁症会赚，会赚很多，他赚了个包更多。对，很棒。好好笑。忧郁症又摆。对啊。一个不小心又回来。一直说自己老婆花光他的钱。我跟时代基金会就打死你们，完蛋，我救不了你。冷冻草莓，对。对，好，这个明太子酱，这边就先上一点点就好。那待会试吃的时候，可以再沾，对，再沾一些。双酱焦脆起司小羔羊，完成。来，向后转。这边底下是泡沫酸 cheese， 还有我们的乌鱼子。我好像弄成这样子，烤成这样。哇！哦！一张一张的，哎呦，
他们今天都是气气都是气势饼跟羊排的组合。我就问，再一票难吗？对啊，难。那肯定的就是，所以这票我是拿不到。真的没有想到有这个悬念。你说，哎呦哎呦，原来不是你只有坐而忘一，你很有可能到最后啊。很美啊，我还想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好演的。我觉得你就站在那就没有动，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就真的刚刚好，跟小柯打。我想问清楚，问清楚。对对，那轮椅我跟你讲，我们那个你不要记仇。身体有好一点，出来走走吧。真的，我出来走走吧。我等下再。乌金羔羊牌左丝绸鼠，你完成。那个九层塔很香哎，所以讲还是酱料很香。嗯，几分熟的肉？啊，快到七分，但它软嫩还是有。哎呦，好吧。杰瑞师傅，我觉得法华师傅他做这个青酱呢，来搭配这个羊排特别好，会凸显这个小羔羊呢，它更软嫩、更清香的那一个风味出来，有一种西菜中吃的感觉。肉是松，它不是紧，肉是松的。嗯，对。跟这个差不多嘛，是吧？不一样，是鼓励。切这么大片，切饼。哎，你们慢慢吃，它也在软软身呢。你像在吃薄饼。哇，是脆的哦。把它当成切士可丽饼来吃啊。嗯。哇，这酱好香哦。这切士怎么样？至少不会那么痛。因为我必须说，羊它是带油脂的油，嗯，刚刚确实在一起。如果说对年轻人来说非常非常喜欢，但对我们这种有年纪，我会觉得有点油腻，会有一点硬口感。但这个酱下去就完全解掉，对，非常好，会很舒服。红酒哦，这个不可多得。嗯，是玫瑰酱。薛宝良师傅，这羊排不管是几分熟都好吃，嗯，然后再搭配这个最后那个红酒梅果酱，它咬进去、抿进去，就是肉与那一个红酒做一个结合。非常的香，而且它完全是没有什么腥膻味，都没有。掌声鼓励。